昨天的挑战赛参赛队伍名单不公，星星队长的名字是叶修，有人指责这是家事退役前队长叶修以不光明的手段修改名字，恶意针对家事俱乐部。请问联盟对此事是否需要澄清？联盟赛事的各环节都是在严格监督下进行，关于叶修的调查结果，家事俱乐部也认可了，叶修的报名流程及身份信息都没有任何问题。